就像你跟你讲说，我的女朋友都不理我，我能怎么办？啊，其实你没有女朋友，你把我进来啊？他有啦，还没有找到了。因为你太强，那你跟姐就好了。你太强，你把外挂关掉就好啦。嗯，对啊，你在他们讲说没朋友，别人讲不是强，姐就说是自己太强。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那你自己就好啦，干嘛跟人家？你就说，对啊，你要换个方式讲，你说我想带人姐末日抢劫，但是都没人可以让我带，这样才对。嗯，这样讲好了。如果你跟一个朋友一直在炫耀说自己特别强，自己特别的那个的话，相信你应该也不太会想要一直跟他玩。哎呀，我不要讲那么明白了，你讲明白干嘛？对啊，你整天炫耀自己多强，那你就自己玩就好啦，干嘛跟别人玩？就是因为玩游戏就是要享受大家一起团队合作，一起雷别、啊、人，然后对啊，然后雷完之后笑一笑，多开心啊！干嘛那么认真玩？但我玩这个也没有很认真玩啊，该认真还是认真啊，可是该好笑的时候还是好笑啊，该闹的时候还是会闹一下，对啊，这什么帽子啊？会拿自己拿捏。嗯，哎、欸，我所他是说重置啊，正常的吗？他说你玩这个任务会重置哦、欸欸。我现在跳出来这个嘞，我有跳过来、欸。犯罪首脑式的挑战制度，所以一样按吗？问一下观众，哎、欸，有人知道这是正常的吗？这是因为我们之前第一次解的关系吗？我在想、欸，哎。因为我们之前失误就不小心失误一次，现在重解啊，又出现这个可以按吗？同样的组合，同样的队友，嗯，不见了，嗯，不见了，还好，好险，好险，因为我关掉了，哦，不要再玩我衣服了啦，不要只逼人家换衣服好吗？好了，可以按呢，熊，所以按吗？按就对了，哎、欸，那个说自己很强的说按就对了，你觉得嘞？没关系，没有，我知道这是挑战啊，但是他会重置啊，绝因为是怕操作错误啊。哦，太强会让人觉得寂寞，这是没错啦。其实强者都是寂寞的，应该还好吧？因为我们今天都就算重置，我们今天也是重新开始的啊。对啊，那就接喽。好，没有炫耀，只是他们想杀我。嗯 ，GTA 互杀不是很正常吗？很正常啊，啊没看互杀才不正，我们刚刚也是互杀。不是都玩得很开心吗？哦，卡交易了，我也卡交易，我被踢出差事了。哇？难道就只有我是特别的？你最特别，你是特别的人。我要去卖面包喽。右下角挑战那个犯罪首脑挂号事宜还是进行中啊？就是重新来啊？对啊。就是你原本打到第二章的那个犯罪首脑，就是我们上一次的那个啦，我上一次我开的那一个被重置掉了、哦、你一下说你自己太强、嗯、一下说他们要想杀你，又说杀不到你，好，我让你去冷静下去了，我可以杀你，你看你这样子我按检举吗还是移除？移除的话就是他待会还是可以留言哦。好，来来来，你看我可以杀掉你，我多强。没关系，这个就是等你十年后回来看看你自己的作为，就觉得说哇，为什么当初的时候会没有朋友了？哇，为什么自己当时这么有勇气？五年、十年后稍微了解一下自己的做法的时候，你最棒。对，你也要了哈。好，不要了。我看你又跑出去了、欸，我又回来了，想不到吧？想不到吧？这不假。我买不起来，好难过、哦。我都买不起来、啊。好了，我买好了。到了吗？你又买不起来音乐？对啊，他不给我，他不卖我啦。Hello， 出发喽。嗯，好啊。没朋友九成是自己的原因呢、啊。嗯嗯嗯。真的很少无缘无故会去霸凌一个人，除非是真的看不顺眼而已。嗯。怎么办？干，你把钱还我！妈的，那天护甲都给你弄掉了。对啊，默默把钱吐出来。
没有那么多啦。那不是说马上这截图给你？那你四十我二十嘛？对你好，二十这样就，然后还我，都不要。感谢老板。为什么这个奖励是81万这么不整数？祝你发大财，祝我发大财。哦，没有库罗马了啦，没有库罗马啦。我有啦，我看。我没有库罗马了。末日抢劫有啊，最后一张如果你会玩的话，抢钱很多，可是也很烧钱。欢迎音乐台，欢迎刚来的观众，欢迎哈基这边也可以哦，只是今天有点状况不太好，哈基需要医药费，我不要打针。杰克怎么了？杰克你怎么了？杰克没声音。杰克，打赖给他。杰克你没声。杰克来，杰克你没声。Gank 哦，那打电话，不是感谢礼物，打电话哦，被电话打，这电话好凶哦，哇，嗯，被电话打蛮凶的，蛮痛的啦。我刚才墙头 cos 一个警卫啊，超爽，嘿西啦。感谢礼物，感谢雅思的礼物，是最后了吧？最后，对啊，我看这个点头方式就觉得是。哎，为什么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回来了哎，你们哭了吗？没有，不是哭了吗？没有哎。啊，好了，我来。哎，被重置哦。我们被重置。首脑而已啊。哦，首脑是啥？就，对、嗯。来，我看一下点啊。在隔壁而已、啊。他不是在旁边而已啊，在旁边而已啊。嗯、那个大耳朵那边。啊哦。满分。全拆，可以加好友吗？不太认识，我不太会加。嗯，你可以邀请啊，但是我不会按接受。对啊。嗯。那你们邀也没有用啊，感觉就是不会常上线的，也不知道干嘛、啊、邀了来干嘛，我们也不会天天在上线上啊。他们开 GTA 也只是都在玩抢劫任务啊，又没有互动。嗯，或者是送货呀、啊？对啊，现在也没有一直在互动的。到了，哇，第一个可以。我长好帅啊！腿真的好漂亮。是你最帅。其他的声音有点小、哦。等一下，我调一下啊！怎么现在才有人讲啊？我们现在讲话，对啊，怎么已经两个小时了、欸？哎，对啊，人家刚来，是不是有点晚啊？人家刚来嘛、啊，早说嘛，早一点说啊！玻璃血，他是被关起来是不是？哎，你在里面吗？没有，只是这边掩护比较好掩护。啊，抱歉，你怎么了？好险，我没吃护甲，感谢。没有，刚刚没有买，不有买护甲，所以嘿，不小心就死掉了。我也没有买。都给杰克十万就加你，别说加你了，我也会加你。首先你要先拿得出来。大家都加你，你都给我十万，我叫大家都加你，可以吗？台币哦，不是游戏币哦，游戏币我不要，游戏币我一两个小时就赚到了，我不要。对啊，随随便便十万就入账了。嗯。哎 ，GT 的车子一定会翻回来？没有哦。没有啊，有几辆翻不回来的车子翻不回来的哦，真的翻不回来的哦。嗯，真好帅啊！好，你好帅，你很帅，你最帅，你最帅。我吃个护甲。今天的精彩，好了，奇妙妙屋，开启，快进来，里面超难玩。你在讲什么？米奇妙妙屋啊！米奇不妙屋，哎、欸，帅哥，你的头啦，锯下去了。很帅的，我知道。帅到都想打下去了。哎呦，怎么这么多人？我要走回来了。哎、欸，
他头怎么突然？头断了？谁头断了？那我说头怎么突然出现又不见？痕迹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撩人，撩人哦！那个杰克，你一直挡住我要打的目标。你在那边跑又不攻击，我有攻击啊！有人卡着我，有人卡着我。你去买护甲哎、欸！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被 kill 野！哈击中，侧面的要先打。哈击中，哈击中，哈击中！是我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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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我在打啊！我怎么下来了？你怎么掉下去了？上来啊！可以，可以啊，那边可以上来。走了，走，走进，走进，走进。侧面有人哎、欸！不，不鸟他。加油，听！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喽！没有，好像要先碰点吧，先碰点。在底下，顶在底下啊！底下吗？哦，好。你看他箭头啊，箭头在往下指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呦，快没血了，我快没血了，快没血了！补个补个补个！哎、欸，哪个零食是最多的啊？那个英文的可以连吃。哦、哎呦！啊、oh, ，gun cover me free！ 我想吃巧克力哦。可乐也还行啊。是不是还有一个在哪里啊？哇！一枪一个500块，我的妈！下面他会冲上来吗？哇哇哇哇！你刚是不是一直有人打在你前面，然后噔噔噔噔在往？没有，我是故意点放的。哦，因为这个连射实在太可怕了。哇！哇，怎么死了？500，还我1000，还我1500，不，我是1500。就10万算雅思有雅思应该超过那个价格了。你说10万哦？怎么有按继续？不是啊，我是我，不是我，按继续，没动哎、欸。继续是怎么了？喊出来了。我。什么东西？我继续，再按继续。我是按护甲 ，Enter 就 Enter 就回来，回到外面了。然后刚好去买护甲，哎、哦欸，没有，欸、没有、啊。因为刚刚有两个按重新，一个按继续。那就是重新的会优先。嗯，因为比较多人头。是第二层吗？对啊，楼下嘞。哇哇哇！哇哇！没死在这边也不错啊。哇哇！哦，那个是椅子哦，想谁在动？哇哇！谁在射我啊？为什么只有被射到？比较远的吧。等三箭喽。哇哇哇！哎呦，前面有人哦！对啊，你说你5年后要抖10万给我，我跟你讲，曾经就有人说要抖10枚给我，到现在他就后悔说，我怎么当初讲过这句话？10枚而已。我跟他讲说，田南赚点孩子，他说没关系，我妈那边有，哎、欸、不，不是10枚，是1000枚。回头吧，是回头吗？回头上楼。嗯，对啊。然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看。就觉得钱难赚，他说对，真的很难赚，真的，不要乱讲话、啊。因为他当时就是那种小迷妹的口气，我觉得说，嗯，钱难赚啊，这里吧，暂停是，嗯，我记得是这一台，哈基是不是这一台？跟我说，啊，哪一台最好玩？都还行吧，等一下，关心你抢走了我那一台，不，我要看一下。这个视角好烂啊，其实是我这一台，哈哈哈哈哈哈。
我要把他拖下来，把他拉下来，把他拉下来，弄下来，弄下来。好，记住了，啊、最左边那一台，好，记住了。弄下来，弄下来。直升机，直升机在哪里？直升机在上面。蹦蹦。所以我们到底是哪个东西啊？我们是大耳朵吗？我不知道哎、欸。有点像啊，我可以出门看吗？快打完了，快打完了。我在射大耳朵。结束，结束了，失败。本团子说到做到，感谢雅思。对啊，我真的觉得你讲话还是比较不经大脑啊。嗯，因为我干爹群有一个也是常常讲话不经大脑的、啊。嗯。怎么都戴耳机了？Who do you work for? Can I get this place on lockdown right now? Come on, you can't. 这可以跳过吗？不行，不行，这段不行。为什么我们椅子坐？你好像上次也坐，只是上次也坐桌子啊。What's this cretin doing here? Saving your life once again, but for the covert operation I finance. 你明明就椅子，他坐在桌子上啊，一定要坐。你是不是在搭讪我？搭讪到一半，突然就有人走进来了。It's Russians. We know it's Russians. This attack is one of their signature moves. That's the whole point, Mrs. Rackman. It's meant to look like Russians. We think it's not Russians because that would be too easy. Now, Clifford says that there's a 99% probability it is some Russians. Not Iran? Iran, no. Clifford says it's this man. Codename Bogdan. Surname unknown.Russian agitator, hitman, and war mongerer. I'm not buying. 卡莫关没有。Someone just tried to kill you, and the data footprint tracks back to him. Look, look at the graphics. Can we get some people on? 跟中正不二，所以没有要卡关。艾文是大坏蛋，我们早就知道了哦。而且你从刚刚已经洗屏洗到我有点不开心了哦。感谢牛排。他这个声音好没有力气哦。Thank you very much. I'll be in touch. Thankless work this. Where's my assistant? I'm supposed to be giving a speech somewhere. One turn. 还蛮快的哎，这一次。其实差不多啊，两个半小时。但比第一次解的来得快啊。好，因为我有解过一次啊。对啊，有解过一次啊。继续吗？可以啊。可以啊。他就 OK 哦，你不是很不舒服，继续吧，让他舒服。好，没声音的时候记得隔壁敲一下门。好，那切，我先修车，等我一下。那我先去一班哦，就是公开。好，一般公开。那先存。啊，等一下，这样点好像是还是邀请战区。你要先离开线上。然后我要去买护甲。买护甲，买护甲。对呀，哇，前面而已啊，好，记得飙车，飙什么车？没有啦，我开车这么遵守规则，
我也是啊，这么遵守规则。哦，前面开太慢了，还有撞到哦。哇哟，都他害的啦。对啊，都是他。感谢101个牛排，哇哦。哎呦呦，还有呀，这个差点，差点。哇，打折的图案呢？哎、欸，老板又不卖我东西了啦！哎、欸，老板，哇，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每次打完，老板都不理你？不是我四人玩单人玩的时候就可以啊。嗯。我先离开线上，我好像也不行哎、欸，为什么？我先离开线上，还是我有警星的关系？你有警星的关系啊？你是有警星的关系？哎，哦。哎、欸，为什么？嗯，怎么了？我没做什么事啊。装国度关门了。哎、欸，靠腰，关我屁事！哎、欸，装国度关门就你哦、喔。你有警星不能进去啊。可是我没做什么事，我站在原地在等。就是你的事啊。我等星消掉又是。啊。拓荒拓完，剩下的就是段的精简化。哦，说打那个吗？抢劫，就是犯罪手。